面天气还挺好的，今天。安姑，我们回来啊，她看到我们身边没有小宝宝，她就说：“妹妹呢？妹妹呢哇，新疆的叔叔阿姨送的瓜。？”哇！安姑，妹妹哪去了？我朋友说送两箱瓜给我，刚下山的。我真以为是两箱，结果是三箱。传说中的运费比瓜贵系列啊，拆开看一下，试一下味道行不行？试一下，好漂亮啊！这是妹像妹我的宾们利。内地买到的哈密瓜呢，很多都是海南呀、山东呀那个地方种植出来的，也不是说味道不好，而是没有这么甜嘛。每个地方出产的水果之所以是那边的特产呢，跟当地的气候条件啊、地理位置啊、土壤啊是有直接关系的。给爸爸，给爸爸，好重啊！给爸爸，你怕摔烂了吗？好重啊！好重了，你要去提。好重，你还要提？哇，这个包装包的是真好啊，真好呀！小心那个剪刀，不要扎到他脚。喂、哎，好重啊！好重啊！轻轻的放，轻轻的。是小心的。轻轻的啊，安姑真棒！安姑可以上幼儿园了，这么棒！爸爸明年奖励你去上幼儿园，好不好？他可能很喜欢呢。有可能。对，他很喜欢跟小朋友玩的。把那剪刀捡起来。安姑好想吃呀！哈密瓜。小西瓜。哇，好香啊！很香吗？很香，跟街上买的就不一样。有点苹果的味道。很浓郁的香味，我觉得是哈密瓜的味道，怎么会是苹果呢？闻起来不一样。小心桌子没有。它的瓜皮是比较硬的，大量上市嘛，需要看起来比较好运输的品种。看起来瓜皮也不厚啊。很薄啊。对啊。哇，超级香，闻一下。闻一下，好香啊！太敷衍了，太敷衍了，好敷衍呐、啊！你也知道你好敷衍呐、啊，好敷衍呐、啊！爸爸给你吃一块。感觉今天安姑的那个说话都比较词汇量比较多。我们出去半天嘛，他可能想一直在想我们什么时候回来。来吧，试一下好不好吃？手脏不脏？哇，空气里面都是香甜的味道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好甜呐、啊！又甜又香，这个属于头茶瓜。你吃、啊，来吧，你吃完。好香的，差点留一口给你。超好吃，你还不是一样，好意思说我？你们父女俩一个样。小家伙吃了一块又一块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好多动啊你啊！你也是吃了一块又一块。这个水平可以达到中上，果肉绵密细腻，切起来都是软软的。怎么啦？我三个月的心血差点就没了。为什么全蔫了？今天早上我们出门的时候，我是把花瓶浇透了，没想到今天特别大，这么大的太阳。我都说这边西晒不适合种啊。回来我就把这个土给加高了一点，加高个20公分吧，应该土量就会多一倍，希望它能蓄得住水。完就真的完蛋了。
明明已经开花了，你看这些全部都散蔫了。还好这个我刚刚浇完水之后它马上就活过来了。哎，活得好快。对，真的好快，一下就活过来了。我说你这样这么热的土浇水会不会死掉啊？应该没事，应该没事，它没有晒到土啊，有叶子挡住，只是它吸收水分太快就全部蒸发掉了，要换一个大一点的盆，太小了真的不行。如果是有这么大的盆呢，种两颗就可以保证那什么小番茄自由。我买了，你看不出来吗？这怎么样说没降水，它晒得太厉害了，里面水分还是很足的，下面全是软的。你不是说葡萄就是要多浇，不是它就是很保水吗？很耐旱，要暴晒，很耐旱吗？对啊，那现在它没有叶子啊，它遮不住啊，它这一点点它晒一下就没了，你看都有点糊了，晒到我给你点两下它就好了。这颗无花果状态还算是 OK 的，比起另外一颗的话好太多了。我的萝卜什么时候有的吃？再过个把月吧，这个跟那个都是萝卜。这么密怎么吃？8424，长大了就吃，用嘴巴吃。不是，这长这么密它不会结果吗？会，不影响的，它能结就结，不能结就拉倒。它这个是它的命运跟它的品种问题。你看这些辣椒长得多好，就随便撒的都能长这么漂亮，而且已经木质化变成一棵树了。这一颗回来差不多半个月了，前几天摘下去，现在也很漂亮了。你搞这个阳台这么久啊？嗯。我又唯一吃到的是那个草莓了。唯一吃到的是草莓，辣椒也吃到，辣椒也有吃到。草莓你全部都给我拔了。没用了，到夏天种不了。挑两个熟的，这些比较发白发黄的，就是比较熟。按过来。一人拿一个，我们去找爷爷，一人抱一个，走吧。安都一来找爷爷就抓鱼，抓鱼，这个鱼缸就是为他准备的了。野生鱼，你看这个塘是养成啥样了，真正的吊水鱼啊，跟个大蝌蚪似的。在这里有咬啊，这个很大的要咬人的，要咬人啊。给我遮下去那个听听好不好？有咬咬哦，咬叔叔。哪里干嘛？现在怎么干嘛？胆子好大呀！我好大的。哎呦咦！吓不到他了，小时候还能吓得到。哇，安哥胆子好大呀！你能不能给他个痛快，用来煮宵夜的？放回去吧，放回鱼缸里面。放回去这里。放回这里，安哥。安哥，这里呀、啊，放回去、啊。哎，不要丢掉了，放这里。我你给放进去，你搞完一个我的。还要给你啊？哎呀，笨手笨脚，真的是笨手笨脚。让姑姑来吃饭啦！老妈没有尝一下这个瓜，好不好吃？没啥么感觉啊。没有尝到感觉，就跟那个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，咕噜一下就下去了，什么味道都不知道，有没有我以前那个那么好吃啊？还没敢啊？你没爱跟爽感？不一样哦，香没有那么香。对呀。炒了一个蛋，那天的牛腩还没有吃完，接着牛肚。哦，对，牛肚。
好了，喜欢我们视频请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